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，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，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，告诉我你曾来过这里。我酿的酒喝不醉我自己，你唱的歌却让我一醉不起。我愿意陪你翻过雪山，穿越戈壁，可你不辞而别，还断绝了所有的消息。心上人，我在可可托海等你，他们说你嫁到了印尼，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拉提，还是那里的心花才能养出你要的甜蜜。毡房外悠悠驼铃声声响起，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，再没人能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，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能忘记。姐弟酱送的幸福摩天轮，
喜欢吃新疆抓饭和拌面，我吃过，上海这边还挺多卖那个的，新疆米粉，新疆米粉和我们平常吃的米粉不是一样的那种，它是那种新疆炒米粉，是那种特别粗，像红薯粉那么粗的那种像土豆粉那么粗的那种粉，然后很辣很辣，然后里面的那个酱料都是那种黏糊糊的，就像是酱料裹着米粉的那种感觉，是那个很辣，但是还蛮好吃的。刚跟阿龙过一次吸尘器了，好的好的。你的意思是现在你已经是老师傅了是吧？恭喜功夫丁丁粉丝升到十八级。你更在乎吃的，我是想去看风景。我去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希望都是去那边吃好吃的。打开游戏，哦，要开加速器对吧？恭喜阿杰粉丝升到二十级。我还想去一次东北，我从来没有去过东北。我想去，我想去东北吃酸菜饺子。我很喜欢吃东北的那种腌的那种大白菜酸菜。我是江西人，江西鹰潭。就是想去吃正宗的那种。西安我倒是去过，西安去过几次了，做活动的时候去的。